九十四号黑狗，佢嘅表演系演戏加跳舞，项目名称冠军之后我会去边度？大家精神精神精神啊！大家都攰噶啦。咁上一弯咧，其实我同所有人讲咧，我系要入十强嘅。假如我做咗冠军，会点啦？啊，即系唔觉意啊，哦、啊，唔小心啊，中埋冠军啊，咁就唔系咁好啦。诶、欸，等等，但我知道咧，我做咗冠军嘅话咧，一定会有好多导演揾我去拍电影嘅，拍古惑仔。可能我人唔系，可能我个人够 M K， 再加识跳舞，不过都冇所谓啦，有得做嘢 O K 嘅啦。但系喺戏入边咧，陈浩南咧就孖住黑狗，咁咧对面班人咧冲紧过嚟，咁呢个时候咧导演就嗌 action， 咁我就搭住阿南哥讲，我就话啊南哥唔紧要，等我嚟，你先走先。唔知道。靓仔，边度啊你？全民造星，冇咩事我翻出去先啦。真系系虽然辛苦，但系真系值得嘅。我而家打晒赤膊咁样，唯有系咁啦。不过我想讲咧，就系唔好问我点解古惑仔劈友要加跳舞，因为继少林武功加足球之后，呢啲咪就系香港电影嘅奇迹咯。到时套戏会上映，叫做《古惑仔之黑》。狗狂舞派，唔知啊，知知唔知啊，知哇哇哇哦，知知知知知知。OK， fine。去到最后，想同大家讲，去到最后想同大家讲一句，支持香港电影等于支持黑狗，一赞一分享，分享时未得，感恩，多谢。